细数这些年大表姐背过的链条包，你就会发现她有多爱这个让人心痒的火爆单品。各式各样的链条包都逃不了她的衣橱。这款灰色 Twist 真的是她的心头好，走哪儿背哪儿。各大女神也爱这一款，毕竟经典百搭，不论是春夏秋冬，经典的单品在任何季节都不过时。刘雯身穿香奈儿2017早秋巴黎大都会高级手工坊系列外套，配搭格纹牛仔裤，脚踩香奈儿经典双色鞋，手拿香奈儿黑色链条手带，美得大气。这款香奈儿2016巴黎在罗马高级手工坊系列蓝色软皮手带，再搭配上一身牛仔，利落大方就是你。其实链条包前两年就开始火爆起来，不仅是以为它是夏日出击的必备单品，链条的方便和清爽也是小仙女们选择它的原因呢。之前我们说过，经典的链条包美人们人手一个真的不是盖的，你脑海中是不是浮现了许多的经典款？猜猜看小编准备的经典款链条包有没有你的心水款？Twist 算是经典款的链条包了，凭着手袋上的经典品牌标识，再加上其立体锁扣，对经典的转锁设计进行了重新演绎。转动牛锁，当字母 L 对上字母 V 时，会发出清脆声响后，即可打开包袋，成了链条包中的经典。圣罗兰的链条包估计是许多小仙女的衣橱必备吧。经典的 logo、简洁的款式设计，让它一跃成为出街百搭爆款。娜扎背的这款包也是圣罗兰的经典中的经典，有没有？炎热的夏季出门，一个小包装所有。在巴黎2017春夏时装周上首度露面的这款加布里埃香奈儿包，一露面就杀出了重重包围，成为了一匹黑马，街拍哪儿哪儿都有它呀。金银双色金属链的设计，可以根据心情、穿搭、场合而选择，备有各种侧背、斜背、手拿等方式。你是不是也像刘雯一样喜欢链条呢？